人梦，我平息众生一场空。一拂愁面带笑容，气势如龙，一出手气贯苍穹。若不为是非恩仇血染长空，谁不言侠义称雄。浪断天涯情仇爱恨，一剑正高下，风雨中潇洒。我有神龙马，逐浪飞花，踏凌霄雾黄沙。云霄玉指也许中华，四海一为家，终了无牵挂。九军孤战青丝成白发，与你对坐饮茶。去转告你们圣母，有人带着医治他心病的丹药，在山门以西20万里外的山谷等他。若遇到其他任何人，就说是汝烟少主有话要转达圣女。传完话后，你去没人地方自尽。是。青儿，你和汝烟少主的婚事是改变不了的。你是帝王之女，应当将南宫圣朝的荣誉放在首位。言尽于此，你自己想清楚。千万别让为师和你的父皇母后失望。拜见公主。这么晚了，你来此作甚？回禀公主，汝烟少主有话让弟子转达给圣女。嗯。滚！本圣女不想听到汝烟臣这三个字。圣女，有人带着医治您心病的丹药，在山门以西20万里外的山谷等您。还不滚！你想死吗？弟子告退。医治心病的丹药，莫非是谭云？谭云，是你吗？玉倩，是我。您终于来了。别哭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嫁给汝烟臣。还有时间，只要我够强大，就能改变这一切。可是，短短50余年，你如何拥有足以抗衡南宫圣朝、神魂仙宫、永恒仙宗的实力？真的太难了。50余年足够了。接下来的时间你只管安心修炼，其他事都交给我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。这是我给你炼制的极品复心尊丹，今后你每个月服用一颗，最多一年你的心病便可痊愈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不用跟我客气。谭云，我该回去了。有机会，我就去皇府圣宗看你和如雪。照顾好自己，安心修炼，不可轻举妄动，一切都交给我。好，你也保重。老袁，找个地方，我要闭关至圣魂境，再回宗门。主人，这么久了，主人圣魂境渡劫为何还未解封？恭喜主人晋升圣魂境。
回宗，途中我要继续闭关。是，主人。一路上将境界突破至圣魂境三重，鸿蒙霸体修炼至五阶小成，灵魂强度堪比圣魂境九重，足以横扫圣门所有弟子。见过叔祖父。谭云，太好了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叔祖父，出什么事了？还有，为何孟毅他们都不在秘境内？来不及了，路上说。叔祖父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神剑试炼场，今日圣门室外所有圣子圣女在那里争夺少宗主之位。少宗主？难道宗主出了变故？我侄儿的三千年任期将满，你不在宗门的这段时间，其他九脉的老前辈合谋，上定在少宗主诞生后立即逼迫我侄儿提前让位，不给他连任的机会。这帮无耻老贼。其他九脉的圣子圣女境界极高，我侄儿曾下令禁止功勋一脉圣子圣女参加少宗主争夺战，但穆蒙毅和黄甫玉知道你绝不会袖手旁观，二人决定若你没回来，他们就会出战。现在我回来了，就不会让那帮老贼得逞。功勋首席，你门下的谭云呢？即便没胆子参加少宗主争夺战，也不该连面都不敢露吧？什么妖孽天才，内门仙门第一人，不过是沽名钓誉之徒。与诸位门下弟子争夺少宗主之位，根本无需谭云出战。首席，弟子定不负所望。难道谭云就是个只会靠女人的小白脸儿？我看你们全都欠揍。功勋一脉进圣门十日尚浅，不必参加今日之战。宗主，您执意更改此次少宗主争夺战的规则，参战弟子只有存活的八人可进入神剑秘境，却唯独将功勋一脉排除在外，莫非您是想让其他九脉的核心弟子自相残杀，让功勋一脉保留实力？本宗主并无此意。既然如此，看来是老朽多疑了。不过少宗主争夺战乃是整个圣门的大事，若功勋一脉不参加，还有何颜面留在圣门？不如趁早滚回仙门去吧。既然是圣门的大事，我功勋一脉当然要参加。拜见宗主。拜见首席，弟子来晚了。不晚，回来就好。极品驻颜亚尊丹能让青春容貌三百年不变，素兵服下丹药没几年，为何会变了模样？谭云，今日之战你可得再考虑清楚。不必考虑，宗主放心，有弟子在，那些贼人的谋划必然落空。狂妄小儿，就是你杀了我徒儿万杀，今日必让你死在试炼场内。好，执法长老说规则吧。是，宗主。所有参战弟子进入试炼场内，存活的八人登上中央的神剑秘境传送台之后，即可进入神剑秘境，若有人能征服神剑器灵，便直接封为少宗主，否则再从八人中决出少宗主。敢问宗主，此神剑是何来历？是祖师爷从永恒之地带回来的神剑，因为连祖师爷都无法收服神剑器灵，他才定下被神剑认可之人担任少宗主的规矩。不过自剑宗以来，从未有人能靠近神剑。一定是我的鸿蒙神剑，这少宗主之位我坐定了。今日灭宗，此一举终其命，大虚空藏。头饰，解开封印，魔龙祸世，生灵涂炭，死战不退，燃起！凭借外力凝聚的神油，也敢与我争斗？此仇，我乘风必报。